的是一些诡异的感觉。但同时呢，有一些比如说有一群人会觉得，哦，我能就是我有一个内化的过程，说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他就是假的，他是一个人设，他是一个背后有个团队，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心理建设的时候，我知道他是假的，然后我还可以看到他的瑕疵，或者是他故意展露出来的一些。